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，我们需要赶快离开这里。这里好像是二战时期空军留下来的，这上面写的这个岛上有巨鳄。 顺利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离开，不然只有死路一条。臭小子，在洞口的右边有一个手雷。手雷，手雷。飞鹰伏击，用来运化学试剂。这会那么大，我们看不见他，他也看不见我们。 我不想死，千万别来追我！